食唔食啊？唔食，我食。食唔食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食唔食啊？你要吃吗？哦，好。吃唔吃啊？감사합니다。吃唔吃啊？你知道他刚耳环掉下来吗？然后有人说那是儿时。还是我被打麻药，像吸毒一样。
好像像嗑药一样，然后像死了一样。你看，不是要掉下来了吗？麻药。哎，哪一边？这一颗在那个右边。等下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捏紧一点。好。你很真心，你很温馨，超大颗的，真的积了很久。那时候就是我跟医生说，我想要继续打麻药，他就说好。然后我就说下次是什么药，他说是吗啡。我说会吸过头吗？他说不会啦，他会让你保持清醒。可是吸到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重点他说保持清醒，可是我到后面我不觉得我是非常清醒的状态。你看，你说你的眼睛，他说你保持自己，他说会让你保持一定的清醒度，但没有，但我不觉得有啊。跳起来那种非常轻盈，再吸上去可能就真的说拜拜了。这个感觉太难形容了。哎呦，哎，可是他问那个吗？他会哪个？1층입니다.
not Korean, English, English. Okay. How are you? Decorate your hair. Because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sound. You want to try? You can take it. Try it. It's okay. 나 들어볼래. You want to try? Wow. Wow. Whoa. Yeah. You want to try? Yeah? Okay. Thank you.
Thank you.
演故事。你有听过吗？有啊，我在旁边啊。啊，这样你还可以再笑吗？你要再讲一次啊，不然你有什么好笑的故事？你想要听到什么部分啦？你想要听我骂那个医生，还是我被打麻药，像吸毒一样，好像像嗑药一样，然后像死人一样？还是想听我？就还是想听我啊麻药那个麻药，麻药哦。麻药哦，他就没哦，突然忘记要怎么讲靠背。嗯，你刚好在录吗？他一直都在录。嗯，那时候就是我跟医生说，我想要继续打麻药，他就说好，然后我就问他这是什么药，他说是吗啡。我说会吸过头吗？他说不会啦，他会让你保持清醒。可是吸到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快飞起来。就是快去个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的眼睛是一只眼在看电视，一只眼被一直在眼光在吸走，然后身体快飘起来那种，非常轻易再吸上去，可能就真的说拜拜了。还有。누나가 너무 그랬는데 모르는 거야. 누나가 당연히 모르는 거야.